don't know if you know Fresno that well. Yeah, we're right by the airport, right behind you. So every day, just airplanes taking off, alarms going off. Who needs an alarm? My oldest boy right now, he's always in them. Then on the wrong to a lot of tail. Look, turn that a lot of tail. Hello. 这是找找的嘛 被都跑啊，都死了，这一路天来不到啊，给转移，就是什么路线了？哎，给不给你？还能那什么了？被你看到原来都要到我那借钱，我那去我那借，用那些啥的？多少人家是可没有落空？当然也没山，没没有钱包呢，呀，太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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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辣椒啊，我辣了，打打鸡肉，那鸡肉还给呢。鸡肉啊，肉嘛说些，我鸡肉嘛说，好不嘛？我啊，比较紧张那里就是那我感觉的哦。Transition out of body。小哥还是带上我车了。你去搞，全是小 action， 我是的 action， 我是的 action 啊。有点 action。他打鸡肉没说呢，他不买了，不得说的在我身上，身上蒙我，我这跟他说的哦。你去报税啊，叫人买就别说的跟着蒙手。大家那了，我们走路打了的说了，这些也放手，说起说起这，而且说这可阿是吧？有嘛的？他讨论不得人个，不可能够说的都说了，这人个要说的嘛也放手啊。那不是我啊的那里说么？我说多少？那他鸡肉好了嘛也几百块啊？这鸡啊给我这些是那了几百块是吧？呀，这个要电视是嘛？几块没？所以路大时候，可能要不费了。要搬路边去打工啊！哎，你再打打工，再打打工。哎，我这趟到了景区呢，叫了用车都歇了，车卡给不要，啊，这车呢，几多匹马，加上马拉那家伙，几只老婆飞了，好几年都不过，来开大哈，啊，星期六的给不要，加上那些车弄车多。
看这照片了。来拿烟吧，打那手，别那手，俺这得接接了呢。电车的道路是，一不来是那么大的，那个路，那他妈的那个路不能走了。原来要叫人家走，就剩这些天，加班加夜都干，而且话，那路啊，走完了，那路比窄，那个都自动改，路不拉路少嘞，弄等。那都萨卡门到圣加罗夫尼亚的路啊，
这些我的我的开大海了要吧啊那种地啊那我的就是老路啊这些蒙桑的毛也差不多了对吗那那要叫我爸让他好重哎那时候要讲我这样把香半岛的事我都都养了这样半年半个的事上头那样的 parking 的全的车呀那都讲完了然后都讲完了弄了弄完手这真的种地种风种雨天的这个真的照顾多啊不能够真的不能弄的了然后啊这老人能够不够的和那全的车样的人弄了我们就拿车就我们就拿啊人都能走我见了见都走了见都拿去啊走了拿车都能走而且你们晒的路车等了路车等了啊用来好车车是吧中国给叫你们晒了弄了就好车车我就好等了呢弄了这么几种路你好啊我就一路在家那时候路车个我就不把车个不把车车是吧我家路个呢路车个我家都只还不穿了都只要都对哦我说你咋说哎不知道的那个路了那路不知道跑着他上次要回家这个车了好什么记录呢阿牌那个哦好那你好见得来一出来不几万好了呢几天还有不让路车来哎呀不让不带对不起了你了你不让不带我几天去了呢这个几天我今天上海门到了我上次不一边上海门到一里要要不要好那么被家去到了哦这是嘛咱们朋友们就好三个分钟了哎呦我们也好几千呢啊几千家都啊几个家都来了哎不老的高了高了没回家你家什么家什么吧你家吧那什么家不家我现在都是几千了几千了路车呢几分一辆一部这个被你爬手一部这个被你爬手一样的那就估计一个家伙是啊的是等会呢过后的 OK 的呢用鞋能不能用鞋我用个路你红的啊用鞋等几个车都不够这样吧山中那要山到他这这这这天啊就拉行啊弄了就拉不到也打了一条啊这些行为所以说这些拉晒啊买亚万路啊切切的弄了就不一样的就拉跟着人好像都现在这些人忘了弄了就拉了拉好了过江都拉这个哪天路了哪天好怎么去一个汉族啊刚才那样的话 entrance 也没了好啊啊路这些好啊啊车车尿啊车啊这都好啊那样不中法的样不比渣那样那种中法渣过后呢我们不一找过呢那种一找呢好麻烦好生气但那要不中饭不比啊那要把那路中饭都没干啊你都打十年了我那节目讲多久了一路讲你就自己讲的不能讲晒我的那还晚晒我就隔天我去要是去出去
这桌呢这要凑合容易拿了这他们菜这姐姐们叫手都是晒都都都在拿了这他们叫母姐在喝车我在盘炸肉你在烤子这晒的碎我在拿这我炸东东拿都是这都包肉的里面呢我炸我给我地我红没有这这么炸东东晒肉的我能拿尿这怎么能热天都撒给容易拿他说那的这债务你咱给不说容易咱给不说这头到了头给了这但他一心能这星期只是保留了这些保护但都不说的我把它多接这些人到 video 这把它 video 了是这老人的路中我那咱的家自己家庭家家家庭家有俺也成都了俺成都过八点不能要拿到债